即日起5月4号 K Circle 上线。会不会有职业伤害？咁今天咧，我就睇到佢嘅什么，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压住，就是看诊的时候都会戴手套啊，然后穿防护衣。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牙科其实都是尖锐的东西。那大家第一次来看诊的时候，都会填那个病历首页。那病历首页它里面的内容就是有些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或是你有 B 肝、C 肝这些，就是你要特别跟我们的医生告知。对，你们要保护你们自己。对，我们要保护彼此双方，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们也要保护患者。对，因为有一些 HIV 的，这是有会致命的，对你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针头，对，就够了。有类似这种，就是他明明有但不讲，不填的。对。那你们后来怎么知道？对，我们可以查那个就医记录。对，健保卡一刷，对，我们可以看得到。可是，比方说，会不会这个病人他在第一次来看诊，他没填，你们卡查进去，他的 HIV 会不会质问说你怎么没写？我们不会质问，我们没办法，就是质问患者说，哎，你为什么有这个中央那个系统性疾病？可是你没有告知，那你没办法这种明确的案例吗？我们曾经就遇到一位患者，他是中年男子，他进来他说他的假牙掉了，他需要我们帮他粘回去。那他其实第一次来说，我们没有查阅他的就医记录。那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助理小姐有去调他的就医记录，然后发现说他是 HIV 的患者。对，那他其实第一次来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那当下我们就跟医生讲说，这个患者 HIV， 那你要不要先帮他做简单的紧急处理，请他去大医院做处理？因为毕竟我们的小诊所的器械跟防护的措施没有到这么完善，所以我们只能请这位患者说，那你要不要到大医院做处理？因为他的状况，他当时的状况是还蛮复杂的，他可能做的治疗是会大量出血的。对，那因为他们的 HIV 的患者，他的免疫力系统本来就不好，对，那我们怕会造成他的感染啊，我们都请他到大医院做处理。今日我就是我自己对，因为大部分也伤害风险咧，这样听起来对，而且也要医院知道他才有办法去调病例。如果像是那种现在有很多像以前比较旧的那种诊所，或者是这种急诊。病例的对，我们薪水的话，一个月大概是平均是2万多至4万，但是会这种话说得出来，但是会因为就是可能我会跟他就是跟手术对，然后所以就可能薪水会薪水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可能每跟一个手术就会再多给你几百块或几千块的奖金。对，那有算业绩吗？就是有些人比较会卖一些什么美白啊，或什么全瓷冠那些单价很高的东西，卖洗牙器啊，或什么。我们是没有业绩，但是我们都可以抽取额外的奖金。像是如果说有些患者会咨询我们一些比较就是自费的项目，比如说植牙或者是人光美白。或是矫正那种之类的，那如果是矫正成功的话，就会有额外的奖金这样子。像这里是资深是 Abby 对不对？可以透露一下，你一个月好的时候你可以领到多少钱？一个月好的时候可以。所以咧，其实咧，阿钟丽雅医助你呢样嘢咧，你问我如果系话我哋赚得多唔多啦？其实真系都系一份大学读出嚟嘅，为咗一份自己原性的一份，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牙医助理，都是看诊时候都会戴手套啊，然后穿防护衣。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牙科其实都是尖锐的东西。那大家第一次来看诊的时候，都会填那个病历首页。那病历首页它里面的内容就是有些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或是你有 B 肝、C 肝这些，就是你要特别跟我们的医生告知。对，你们要保护，我们要保护彼此双方。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们也要保护患者。对，因为有一些 HIV 的，对，医生牙医的咧，每日咧系对你们来讲是分类系一个针头，我亦受到有类似这种，明明有但不讲，不填。
Discovery 三 G 太过了，知道？系无缘无故嘅，就做啊得到诶考试嘅，因为佢会系上车嘅时候无端端咧，我系去赤柱方向啦，由他在第一次来看诊，他每观塘九龙咧，观塘九龙平时嗰度落去咧，啊，知啲恶九龙啦，咁我反而都唔系咁好啦，但系咧，我系直接再搭巴士啦，去到由二一九啦，坐到去炮台山近北角地铁站嘅，如果系一个直接站嘅站啦，出站啦，因为炮台山嘅，咁我就坐我们没有查阅他的就医记录啦，那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助理小姐有去调他的就医记录，然后发现说他是 HIV 的患者。对，那他其实第一次来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那当下我们就跟医生讲说这位患者 HIV， 那你要不要先帮他做简单的紧急处理，请他去大医院做处理，因为毕竟我们的小诊所的器械跟防护的措施没有到这么完善，所以我们只能请这个患者说，那你要不要到大医院做处理？因为他的状况，他当时的状况也是还蛮复杂的，他可能做的治疗是会大量出血的。对，那因为他们的 HIV 的患者，他的免疫力系统本来就不好了。对，那我们怕会造成他的感染啊，我们都会请他到大医院做处理。哇，这是很危险，对，蛮大的职业伤害风险哦。今天受啊，而且也要医院够大，他才有办法调病例。如果像是那种现在很多像以前比较旧的那种诊所，它是这种资本。我就得到一個結果係本來諗住係環遊，都係環遊香港咁樣嘅狀態之下啦。所以我最後想問，就是因為像你們牙蛀，然後又要。裙子要穿这么短，然后工作时间又这么长，所以薪水到底好不好？咁其实咧，每个月的薪水，而且感觉上班时间应该是比较不好的时间，因为服务业，因为上班时候才能来看牙，对不对？艾比说说，你这次升到这里，对，我们薪水的话，一个月大概是平均是2万多至4万，但是会这种话说得出来，但是会因为就是可能会跟到，就是跟手术，那时候我还在上课，对，然后所以就可能薪水就年前对薪水会比较多一点，然后可能在三年前的一个手术就会再多给你几百块或几千块的奖金。就是、五年前呢，我那有算业绩吗？就是有些人比较会卖一些什么美白啊，或什么全瓷冠那些单价太高，洗牙器啊，或者是没有业绩，但是我们都可以抽取额外的奖金。像是如果说有些患者会咨询我们一些比较就是自费的项目，对，比如说植牙啊，或者是人光美白啊，或者是矫正那种自费的。那好，如果说我们谈成功的话，就会有额外的奖金。这个你像这里最资深是 Abby 对不对？可以透露一下你一个月好的时候你可以拿多少钱？那个好看看的时候呢，我的车呢半路在。还好啦，真的是很感谢半路在是在的那个也是你们这样职位的辛苦吗？最好记录到其实那是真的是特别的是不一样的，去了那个停留在那个叫做停留呢是在那个叫做撤除的那个的那个其实是前经过了快要经过深水湾的浅水湾那里，我就就叫我们无缘无故的有音乐广播台在巴士晚上飞机场的有三种语言，还有晚上地铁站的广播台有飞机场呢，那就是其实是怎么了的话，那想必你听过牙科诊所里潮汕海渡的传说，但你肯定不知道，牙科助理在做什么呢？看过心理医生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深入大本营，实地采访牙助的工作。Psychology， 去年的时候，要记得戴口罩、量体温跟消毒手套。简单介绍一下，中学啊、小学啊，还有幼稚园啊，那些学校里面都是有一些心理学士学位毕业的那些让我们指导我们要必须怎么去过程去身上去。我也不想等你定为新生产者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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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主任，主任就自带一股看起来不简单气的，没有，就是我也是从基层的员工一步一步做起来的，被称呼啊，所以我也是不敢动的。亲切应该会是病人比较在意的部分，别人就说，但活泼一点会比较讲分嘛，对，会愿意跟病人交谈啊，或是比较在说呢。那我问一下哦，柜台会需要跟医生一起看诊吗？我们柜台的部分的话，主要就是以现场的病人，然后帮他们做预约、做报道为主。跟诊的部分的话，我们会有跟诊的部门，然后还有会有跟诊的助理。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也不太一样，所以会有自己适合的人格。真的是这样也会比较专精的部分。每一位都是不一样的，可是呢，那天特别是那部双层巴士在香港啊，真的是特别65号这个巴士啊，那个城巴这个巴士真是特别不一样，特别的休闲，然后特别的外国风的，真的都是不同颜色的外国人啊，所以我特别的是觉得，好吧，那今天是外国人没人认出我，那我好好回答问题就好了，就是也让我每一位自我介绍，那就是也在说谁呢是投标了，大家觉得就是谁呢是交了要会国家执照考试的，已经第十年了，因为如果十年的话呢，就是他那时候也跟我说过啊，你要考吗？我们说的已经快应该是6个小时了，他在指导我在考香港的执照的，因为我每年就是夏天的时候我飞过来。所以呢，如果急发的被问到的时候，对这这个我念的科目是从2005年开始，我是今年的大学生，对，那就还有中学刚四月份，我现在在北一夜过去，5月6月在报名大学，我在寻找，对啊，因为每个看我考试的从6年级小学到中二、中三、中四，然后的2005年的四月份毕业嘛，就是我们就会把器械拿去洗，然后就真的是很着急的啊，赶紧找学校的地位熟悉那个等着去坐车过去了，所以不在坐家里的车，也不坐这个叫去这个的的时这个事情我都不做，我妈都跟我说，我爸还有我哥都告诉我不要再做那些。方便的车都是还是挺妙的，跟学大学的风格啊，比较像好玩。然后就那回顾在这里，这个呢是在2019年、2020年、2021年到现在2022年。因为你刚来几个月，那你再来品味之前，夏天你牙科经验吗？真的可以跟你说出来了，因为我拿到了。那你觉得这边的工作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香港的毕业证书加语蛮准确的，那个香港的人感谢这位助理的分享。我们又在现场捕捉到一只游荡的牙柱。考试。笔试还有考试，还有填写问卷的考试，还有因为我们这边有一般助理跟专科助理实习训练的考试。那学姐在这里几年了啦？在那时候呢，他问我的，他说，那就是我说，他告诉我在十年前呢，我也想不到的第十年呢，已经午餐跟晚餐那时候其实从这些你可能都在计算的话，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时候开始的。是的。那还有呢？除了伙食之外，还有哪些不错？部分呢，我们来问问其他牙齿的感想。工作环境很好，然后同事都很真诚。啊，不是，我讲错了，是人都很好啦。生日当月有生日假，还有三节礼盒，好好吃。所以呢，我就特意的是怎么说呢？如果我很想来的话，一定要牙科的经验才能应征吗？不用哦，所以呢，我们有完善的教育训练。我特别的是，真的是也不用怕、哦、有第一位呢，先回答了，站着，他说要站着，每个顺序他是说的非常的仔细清楚，还有牙科相关的知识啊，因为人比较多，那就知道怎么样。让我们站起来，病人在讲话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可能专业和亲切，要了解说医生的下个步骤，然后就是尽量辅助让。他的坐下，那就问某一个有回答了，他举手呢？是我的话，我就不敢举手的，因为我真的怕被取笑啊，被霸凌啊，然后被说成是疯子啊，被说成是神经病啊，被说成是。
精神病的，就是可以一起学习成长吧。那我们一起学习成长，不会的，我们会教你，会不会很多好吃的，也是会去看，有一种叫做也是会知道考高分的，也是要去看的，考名次的也是该去看的，三个学校的，周末活动的也是必须去看的，所以那个心理学校的心理部。心理辅导导师是跟我们说话的，那真的蛮吓人的那天考试，然后超级越来越紧张，我才觉得那比吓人的话就是紧张也更多的，那就我该怎么去说成这件事情呢？那第二个我就赶紧也只是坐着，然后举手，然后不敢站起来，就坐着就说答案了。我说我是第近年来牙医产业越来越竞争，这是我的，我们对牙齿保健的需求也趋向多元化。说话是不要，除了蛀牙填补、洗牙补牙之外，甚至许多年轻人、上班族为了牙齿美观，会去矫正植牙等，让牙医诊所有更多的服务项目和机会。然后他说，有这么多的治疗种类，一定需要靠牙医师以及助理团队一起互相搭配，才能事半功倍。香港要，因此今天我就邀请到北大石美牙医诊所来跟我们聊聊牙医助理的工作吧。学位，香港药大家好，我是北大石美的香港药院长朱安杰医师。不管是在医学中心、大医院，或者是地区诊所、牙科部的牙医诊所，牙医师在当病患治疗的时候，几乎都会需要有牙医助理在旁边帮忙。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创作过程当中，无论是最简单的洗牙，或者是比较进一步去做蛀牙填补，甚至去磨制牙。说他继续说，赶快说，然后介绍病患的口中会有很多的喷水喷气。那所以这个时候最基本，我们会需要有一个牙医助理在旁边帮我们降低病患的口内的这个水量，减低他的呕吐不适感。我们常常会说，我们是一个医疗团队，因为我们并不是医师自己单打独斗，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做这些工作，我们一定是需要牙医助理来帮忙我们去共同完成病患的治疗。大家好，我是石美牙医诊所的牙医助理，我叫 Amy。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我们牙医助理一整天下来的工作流程是什么呢？我说他是首先就是会做一些基本的开诊，开诊就像是虚弱肌、红牙肌还有治疗它，然后再就是会准备我们今天看诊的器械，那以及对应今天医生会看诊的病患，他今天主要准备了哪些治疗。简单来说，助理就是要帮你四左右手需要了解病患及医师的习惯，像是我们对牙科器具认识也都要有，因为影像治疗都会有不同的器具，比如说像补蛀牙、各种治疗、拔牙、植牙跟牙周等等。今天病患他的诉求是他的蛀牙有点不舒服了，然后就检查，诊断他医师就会开始诊断他的牙齿的状况，然后及解说。治疗中我们就会需要用到小连棒、义趣，还有邦定器具等等这些小器具，然后做填补。那填补完我们就会带病患去做基本的围剿。其实基本卫教其实很重要，我们教师像不要如何教你怎么刷牙，我们怎么使用牙线，因为其实很多病患都会对牙齿刷牙围剿概念不是很好，我们就会教病患如何去刷牙。那病患围剿完后就会进行下一位病患，其实一整天下来你遇到的病患也会不一样，然后治疗的效果也会不同。就结束后我们最重要就是器械消毒，器械消毒有什么呢？就是我们会把器械拿去震荡锅炉震荡，然后再去做封口以及高温高消。高温高消后就会把它做烘干，再就是我们会把这些器械归回，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地方，然后再去做环境打扫。以上就是我们助理一整天下来的工作流程。然后每一位都有回答，然后也有香港人啊，也有是我相信很多人会对牙医助理这份行业会觉得蛮梦幻的，就会觉得说只要穿着漂漂亮亮的制服，打打扮美美的，洗洗口水就好了，擦脂真的不轻松。因为会遇到说有时候需要久站，会需要弯腰，其实过程是蛮辛苦的。然后因为病人是一个接一个，我们不能说这中间我们需要拖让病人久等，因为我们知道病患的不舒服。但是在这过程中我就觉得蛮有成就感，就是这种我学习到蛮多的，因为他的治疗很多种，也很多元。像我植牙手术，我们会需要做一些无菌的设备，病患就是会跟你说谢
些辛苦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是成就感很大，因为你会知道医生下一步要做什么，他会知道哦，你也知道我在做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默契，当医生夸奖你这个默契，我觉得是真的，我也是很投入这份工作。像身边的朋友，常常问我说啊，我哪里痛啊，哪里痛，怎么了，怎么了？其实我听到他们叙述，我就觉得啊，你这个就是蛀牙，你这个就是需要根本治疗，然后或是需要拔牙。那他们回去看完整，跟我说，真的是跟你讲的一样呢。我觉得听到这样子，我觉得所以呢，我就莫名的焦虑就跟着来了。告诉你们，我那时候用的并不是我念的书的医疗上的所有的回答，我是就是用了怎样去爱心，甚至是同理心。赶紧的，还有保持也知道你今天来看牙齿，并不像是你去洗牙就带领着他们下车，就好好跟常常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啊，非常常常都会觉得很紧张。假上我是但是因为在真的是这位是真的病人，还是真的是假的病人？然后因为我看到后面这已经我们也转过头去看，有人真的是说生孩子了，原来是假的病人，也有真的病人在要生孩子，也有这是爆裂了，也有是撞车的，然后就也有是该手术了的时候，所以真的还有是发烧、发热、咳嗽、流鼻水，还有有人觉得他的下弯下部分是爆裂了、出血了，有人说他下面真的是有喷血的状态了，还有人说他肝部好像为这爆血了，也有肾部的爆血，还有肺部的爆血。那其实我那个时候就觉得那一样是真的，真的是妈呀，爸呀，怎么办呢？也不能打电话，怎么说怎么的电话，手机电脑通通一路不能用电子的产品。听完以上的介绍，你觉得对这个产业产品全都不能用，所以呢，我就特别的疏散他们，然后赶紧疏散下去了。所以又得到分数，然后叫我，然后门就开了。我经过刚好全门全部都聚集在楼下的一层，问我在做的第二层啊的八十，然后就回答到问题了。所以有时候在处理病人的时候也学习到了，这是我的荣幸。可是呢，真的是很惊讶了，香港。所以还是谢谢我每一位导师还有教授，我拿到了，终于我拿到的学校也是我真的不能想象的，是在香港学院医生学院，香港医生学院，还有香港护理学院，香港护士学院，大概是这个名称。那也谢谢的WHO 如何开展跨境电商业务，将您的品牌推广全球？现在使用 Shopify 搭建独立电商网站，开启14天免费试用，无需编程，一键应用精灵模板，轻松导入产品信息，一站式对接海外主流营销平台。祝您顺利开出第一单 ，Shopify 全球数百万商家信赖，注册即享14天免费试用。还有药剂师、药理师、医生，还有临床自然骨科疗法医生、临床自然骨科物理治疗职业资料治疗医师也相当于在这里Doctor 请参说请参说三家新家三家牙医师不告诉你的事，助理来讲就是说明。谢谢每位的教授、大学，还有实习的训练机构，训练的公司，还有训练的医院。谢谢你们一直的跟我说我真的是填了超过15家医院了，也转了全很多的香港的地方，真的是不会找同一个地方，我找了很多地铁站的，诊所里面都会怎么称呼各位？被说小姐，我也有下火车了，通常都是说助理，助理，所以也蛮谢谢啦，Mr. Lin， 谢谢啊，对对 ，Mr. Lin，
会有昵称啊，就是我们平常比较昵称，有一些晕针，可是我是之前选过的调酒师，可是他们你们应该算是就是护士，比较像菲律宾的中团那里学习的化妆，还有压住的话就是没有特别规定，包括了化妆啊、发型啊、设计，还有比喻啊，真的很跳动，就是时装就是推拿师啊，设计师啊。还有当过保姆，所以就当不知道当保姆。对，就是你们不用特别的这种护理毕业证照，不用证照，不用。像医院的护士要护理系要证照，这是专业的嘛？对不对？对，牙柱不需要，医生脸色，所以都长得漂亮。所以总结就是，我是今天算是护士服，都是你们各自诊所的单位的衣服。对，可以。有没有哪一个是比较合乎标准的 Saki Look？ 那剩下的我也这样，我们说一下，谢谢长。这不好说了，对。不期待的，我告诉我，就在这个事情里面，告诉我爸还有我妈，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有关我在2019年赶紧回来是为什么？我是帮夏金荣问一下 ，Vanessa 这裙子这么短，对，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要说个理由，我说平常也不惯，不是然后。一分钟就能过海，你都知道了，过了香港的紧急闸口，飞机场香港国际机场的闸口，所以呢，躺平其实那就是好好的回答，然后在里面走，转来转去应该是一个半两个气压半小时到，为什么要这么迟呢？医生有规定说，一些换来换去的，这是新来的制服就对了，飞机场还有闸口号码，给你身材再过得进去啊，那个香港国际这个都是院内。规定的，这应该是照医生自己开的，因为很多牙医诊所都是医生自己开的，还有那个牙医是你自己亲自清选。他说明天有的医美也是我的个人，是不是？所以你是医生在哪？对，你也证书、分数单还有。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对，因为我常说牙齿痛的时候呢，不要人命，可是痛起来真是要有什么，真的是生不如死，对不对？所以在关键时刻，你就一定要跑牙科诊所，对吧？所以我们对于牙科诊所有一些我们想了解一些小秘密，对，下期不是来问一个，然后也让我之前有去做牙齿，然后就是。会想要知道为什么做假牙会那么的贵，做假牙至少我都不知道在贵什么材质的，要去啊，预计什么沙滩、大白沙滩，自带的话可能比较便宜，泉州沙滩、深圳沙滩，还有泉州沙滩呢，不是你不能当钓虾，从观察啊，是钓高的，你说你不能当钓虾呀？请问有自备杆吗？九龙这里啊，两个两个是做法师啊，又一个。比较危险，做比较近视的。大家之前还记不记得有一个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就是有一个高中老师，然后去提报说，其实假牙成本很便宜，可是为什么医生都收这么贵？有这条新闻有，然后说是不是医生他收会不会太黑心的？其实假牙成本它其实不包含说，它假牙成本应该来说，它除了技工费之外，它还包含了像平常我们磨牙齿的钻针，对，然后。还有我们硬膜的精密的材料，我的硬膜材料跟我们要取膜出来的时候，那个专用石膏，然后再加上你缺牙那段时间，你总要吃东西嘛，啊，你需要做一个临时的假牙让你套上，其实那都是成本，耗材，对，那些都是一些耗材成本，再加上医师的。技工费啊，然后助理的薪资啊，嗯，其实我觉得一个假牙它不是一次性的买卖啦，对，它其实包含了医生跟诊所对病人的一些责任，分担他的风险啊，然后对照顾。其实一颗假牙买对那个价差就差了，责任其实是精神啦。对，你这样说想让我们觉得好过吗？好像没有，这种可以这种可以。希望啊，在未来的整个流程，那个叫做有追求者的时候，就是一台进口车，追求者就当天宾士来讲的话，什么级别？订婚啦，以宾士来讲的话，就是可以到先在那天聊的，就然后再计划订婚的。他是换一嘴，传统就是对，就是。
它是全口无牙的，对，然后香皂就是全新的，对，就是我们一些植牙啊什么的，然后假牙做上去，是要这么贵，我听到都要，对，因为其他材料都有不一样，那那其实讲真的，我们做假牙其实健保是没有起付，对啊，对不对？那如果是我们溢价的话，就是真的是完美杀价，就是大家都开心，我常来看嘛，那四包开是就是你用的材质是关键的，对对对对，一分钱一分货，应该是这样讲。可以啊，那我打了折之后，你会用比较赶紧去继续的四点五，然后来做这个牙签啦。虽然说一分钱一分货啦，但是医师如果都答应你，就是你真的把价钱砍到这么低，那医师我看不到，在香港，但医师有答应你，但他良心上就还是会帮你做你选择的那个材质。对，之前就有一个病人，就是他已经就是一直砍价，一直砍到后面，然后来要装的时候，然后又说，哎，你们会不会拿那个就是很次等的那个材质来帮我做？确认关系之下呢，还是该好好的准备准备啊，就直接讨论订婚，还有就是结婚呐，还有呢就是呢，然后后面这件是蛮小可爱的，这个是一分钱一分货，是。价差你可以杀到多少？你价差其实说实在，你如果能砍到八折，就已经是对，已经很紧绷了。对，是因为现在很多那个牙医，你听过他都有一个标语写说，一人一套。一人一套套，一人一套器材。我想说，你怎么可能一人一套？因为我去那边，我就觉得说，那我这个躺的躺椅是我自己的吗？刚刚有没有别人用过？因为他说一个躺椅都算进去。一套医疗器材应该能够是整个。他一人一套，那你刚刚给我用那个铁的东西，也是我自己个人私人拥有的嘛？那个一人一套医疗器材是什么意思？一人一套应该是就是进入口腔这种会感染头啦，或是什么对不对？是这样。那其实所谓的一人一套是指说一人一套完全高温灭菌的无菌器械，对对，不会重复使用这样，不会，那一定都会经过特殊的药水去清洗。过后高温消毒灭菌才会再给你用，通常都是我们都会丢掉，会有很多消耗品，什么吸管啊，然后透明隔片，对对对，透明隔片那种东西我们都会直接抛弃丢掉，不会重复使用。可是像刚刚说的金属铁盘、口径或是镊子那种探针，那种我们就会用一种特殊的清洁剂，它可以消毒很多滴。肝啊、C 肝的一些病菌的一个特别清洁剂下去清过清洗震荡，再放到高温的那个消毒锅里面下去灭菌以后，出来是一整个无菌的器械，再给下一位病人使用。对，真的。上次有一个老医生，记得那个医疗吗？就突然间 A 脸，他用的那个就是重复使用，对，他的就是不是一人一套，但是你要怎么证明他有没有，他是不是重复使用的？就是看你有没有 A 流了，到底。还有小黑杯啦，那这也是良心。我不能确定到其实医生真的还，就是我曾经待过一间诊所，他为了就是要节省成本，他就会跟厂商拿一些假牙清洁剂，就是我们活动式假牙的那种清洁剂下去做消毒的动作，非常的忙，然后就是意思是这样，真的就意思一颗啊，懂得了，学习了很多，也感谢了，所以呢就准备一下了，这些还有我PO在网上的。可丢进去，没有像你刚刚说那么一没有，基本上高温消毒杀菌灭菌，这是每一间牙科诊所最基本会做的一个手续一个动作。可是这间诊所我之前待过的，曾经待过就是两个系统，哪间啊？那哪间？那一套设备要多少钱？你说每个诊所基本要配备的这个高温消毒，那个几十万、几百万也有，所以他开诊所。所以这是他一定要投资的成本，对，一定要，因为他那个应该是便宜形式，对，他是为了节省成本，就是然后包含器械坏掉啊，口水没有办法吸起来，他也不愿意去修理，所以就哪间新啊？一间啊？那一间还在吗？那间还在吗？衬衫啊？哪里啊？动开啊？哪间？那太大。
小奶说好小旁边写一下哎呦我不会我不会全英文我很不懂啦在我不知道我妈啦其实我一直想问的问题是最近的困扰因为我两个小孩然后其中小的呢最近都很不喜欢刷牙的时候很不喜欢用牙膏然后呢我就开始用清水帮他刷牙只是真的要刷比较久的时间但是我家人就会觉得说你没有用牙膏就不对他说牙膏就是要挤像电视上那样子就挤牙膏牙刷多少多长牙膏就要多长尾巴还要收起来对他说这样子是比较好才可以除菌啊除牙菌斑是真的这样子吗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就是牙膏挤多一点就会清洗的比较干净那其实不是的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其实你只要把牙齿的卫生习惯做得好有一步一步的但是就会比较避免化妆像小孩子这种观念对啊小孩子这样小孩用清水可以吗可以啊其实你只要把它刷得干净的话是可以不是啊开了像我小孩有时候他牙一开始之后你弄进去他顶住对啊他会咬住哎咬住啊很懂啊他跟你怄气拿那个纱布巾然后拿那个牙膏然后这样子帮他这样 OK 吗 OK 啊是可以的对啊就是可是想象会咬我咬的过去还有对对啊这是可以的可以的只要清洁的干净都是可以的像我们有些小朋友去诊所看牙齿医生也是会用那个纱布去帮他做清洁在香港原来我呢所以不一定要用牙刷不应该说不一定要用牙膏其实不用挤太多因为都不知道其实我一个牙医朋友跟我讲说使用牙线比刷牙还重要孩子去买对对而且基本上刷就是刷一刷它的够那现在呢我先开牙膏只是让你口气香香的其实像牙线啊还有个牙尖刷像我最近有就是像比如说有时候在自己在清牙缝因为现在年纪比较有了之后我发现牙缝有的变大开吧我只是因为牙龈因为牙龈会萎缩外国学生大学牙签大众就是牙龈萎缩那牙龈萎缩你的中间的牙缝就会跑出来然后他就开始会推就去看牙就是说你要用牙尖刷我想牙尖刷环球大厦对可是牙尖刷我不知道比如说什么样的情形用牙尖刷还是他只是想要卖我牙尖刷像我们后排的牙齿啊比较容易比较难刷得到好我们就这时候就可以使用牙尖刷去做清洁的部分这怎么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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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教大家一下你好好刷一下因为我到现在都还没刷到过就是这样做使用口腔喷漆在香橙香我一直以为都是这个刺还有柠檬味的味道的它其实是会伤牙龈你可以好好刷一下后面给我们就是它是这样做清洁是特别款式如果你会觉得对如果你觉得牙尖刷比较难使用的话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牙线可是我觉得牙线超难用你就用牙线棒啊牙线棒这样子牙线刷示范一下其实使用那个牙线你只要将牙线插在两手的中指上然后留下5公分的距离然后轻轻的将牙线塞入牙缝中拉成C型轻轻的上下移动这样就可以做清洁的干净可是我用牙线都很浪费因为我的那个牙齿其实都有受伤就是有那个尖锐的地方呢对每次一下去的时候就是剪彩真的有猪牙不会那么尖了后面就是有时候就牙线材质吧你要买比较好的没有你一条牙线其实只能清洁一颗职场性骚扰对医生真的下流就是每次跟他的诊我都压力很大因为他都会在等下一个患者的空档的时间然后跟我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比如说你很漂亮哎身材很好哦你胸部多大应该有四吧是什么的意思啊
清洁一颗。这是什么的意思啊？如果是这样子，其实我也不懂啊。感染吧，人家都说我很外国，不太建议重复使用。你们在菲律宾买的吗？是真的，还有在其实也不关系，或者是在台湾、牙线棒不好，还有因为牙线棒它只能上下，而且它没办法使用，是对它使用是有限的，而且也容易伤牙龈。对，牙线棒容易伤牙龈。对对对对，常会这样，常会这样。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之前看过人家用那种洗牙齿的那种水枪柱，冲牙器，家里也会。对对对，啊，那个是有办法，就是真的那么清洁吗？冲牙机，它直接头对着它的那个喷水的地方，直接对着牙缝去冲，它其实有个力道，它能够瞬间把牙缝之间的就是牙菌斑给冲掉，还或者是塞在里面的，你就不用用牙线去勾它，因为有的如果说牙周病比较严重，其实牙线上去画的时候它会流血，它会不舒服。那其实水柱其实它是比较温和的、柔软的，它可以。其实不会，那就是有的他觉得，有的人会觉得说，都很强。他那个比较建议几岁开始使用？其实大概小朋友的话，其实比较不建议了，大概在国小。哎，你知道我弟弟？哎，不，我那两个孩子说，爸爸，你都买给哥哥那个，我都没有，因为他是被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力道比较强，我觉得会不舒服。大概建议在国中，国中才可以比较习惯那个水柱的那里，要不然你把它带到那个牙科，他去冲，稍微这样冲一下的时候，他就会知道那个感觉。对，像你们的这医疗用的医疗级别的话，那更强。谢谢了，跟家庭用就去洗牙的时候使用太阳不一样，洗牙是参加了，洗牙是超音波震荡，它是震动，对，它是超音波，就是跟你冲。牙是不一样哦，像你讲话还蛮拽的感觉。就是欧银行的啦，是不一样的。那一个高度，我觉得好像高度在那边定我们那个。其实那个是洗牙，其实很多人都忘记。医疗洗牙一年至少几次？半年一次，那很多人都错了。对，这个是很多久没洗牙了？好多年了。洗牙其实一趟下来多久？其实洗的话很快吧。认真一点的医生啊，大概半个小时。那你的意思说十分钟就不认真？就是按照牙结石的那个量，对，看你口内的清洁状况。因为有些人的结石真的很厚，厚到医生可以在那结石上面刻一个笑脸。对，可以刻一个笑脸。过年我还真的看过那个网络，那个哇，他真的把那个，因为这个是要宣导牙周病，也是因为对对对，刷牙干净，刷牙是一件事，但洗牙是挺关键的。台湾很多民众。都忘记这个，半年一次，健保有几副啊？他其实懒，就觉得哎，没事干嘛？一般大家都不喜欢看牙呀，那个机器的声音。磨牙齿的时候，我当时有一个推荐，就是大成自从使用了电动牙刷以后，他去洗牙爱上电动牙刷，不是，应该是医生爱上他使用电动牙刷，因为我还是安排他每半年去洗牙一次嘛，就洗得非常的快，因为很干净，就是那个牙垢啊什么少。医生就说你的电动牙刷应该是使用的很好，真的，所以倒是可以推荐这个东西。我们刚刚讲了一些专业、比较专业的问题，对，那现在是要针对他们个人职业，对对对对，干苦，有没有想要了解？其实像我，譬如说去演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当演员，其实我们最痛苦的事就是，可能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去挑战它，即便那个不会，我们也得半夜去学习。哦，你说演一个角色，对对对，硬要你演一个独立人。如果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然后，而且还是得要外省腔，对，这是挑战。对对对，牙柱有没有什么就是最辛苦、最痛苦？最痛苦就是因为其实牙柱我们最常面对就是嘴巴张开，对，正常的嘛。那犹豫过那种就是可能来都不看，就是不刷牙，臭，对，很臭，然后他又会，对，可能要戴到三层都还不够，医生说来。口罩再来，戴到后面 N9 真的戴到三层。
都还有医生会受不了，对，医生会受不了。可是医生不会先叫他去刷牙吗？也刷不了，就是已经跟他讲说，你下次来看诊的时候先去刷牙，他来还是一样，就是哎，那是就医礼貌哎，对，这真的是礼貌，就是来看牙科的时候要先刷牙。他有就是从牙齿上面的臭，还有槟榔味啦，还有那个胃酸上来的那个味道，就会。啊，昨天的威士忌啊。看到了，学生吃什么都会在牙缝看到。那我们就会用开玩笑的方式说，哎，看到了。你刚刚吃花椰菜吗？对，那通常这样子是真的是比较不舒服的。然后还有那种就是看到那牙周病比较严重，其实他牙齿都已经在咬了。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那个其实只要拿起来就好了。那你要不要拔掉？医生会问。他就跟医生说，没有，我跟这颗牙齿很有感情。对，我不想拔。已经在晃。对，已经在晃，就是很摇，甚至就是我们的那个夹子稍微其实夹起来。清理一下，清洁一下他的那个牙龈，就我的，有东西不会放这里啊，然后他也问我一下要什么，好弄出来啊，再考虑一下。我跟牙齿有感情的，所以你不要把我的牙齿，你就帮我把它稍微清一下就好。可是他其实就碰到就会掉，一直晃在那，他也不准他离开他。对，而且是分开的，他不是整颗，他是分开的。可是他已经咬，他已经咬了一点。我想说这个味道，或者看到这样的一个溶剂，会影响他的饮食吗？还好，我们其实已经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其实已经习惯了。那刚治完一口烂牙，还有食欲去吃东西吗？其实还好啦，就是还是会吃，很饿。吃饭的时间都，因为很多人的记忆是跟嗅觉连在一起的。我们牙痛哦，就是瞬间，有时候可能就是，对啊，就是哦，今天天气好热，然后就是吃一个冰的，吃个冰块。突然发炎，然后就找诊所嘛，然后就排不进去，排不进去的时候，哪里牙医都请问有预约吗？哦，没有呢，那你要等一下。然后就下一节，请问有预约吗？你们为什么都只能回答说请问有预约吗？而且还有一次我还真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肿到一个不行，然后刚好那一间就空的，我就进去。他说没有预约，我没有预约啊，我看一下医生有没有空。医生就刚好就在那边滑手机而已。好，那你可以过来看。结果他帮我洗牙，完全没有治疗我这个牙齿，你知道吗？然后啊，我就问他讲说，你为什么没有帮我治疗我的这个蛀牙？对对对。然后他说没有啊，你那个肿起来，我现在也没有办法。现在发炎，对，那你推我挂嘛？一般民众，其实我们在还没有当牙蛀之前，我们都觉得说，就像沙金如说的，就是我们到牙科为什么不能看？因为一般很痛的时候都会到医院挂急诊，或者耳鼻喉科，我顶多摆个队嘛，我就可以看。可是因为牙齿的状况比较不一样，那因为它其实如果在发炎的状态下，其实医生是不能做任何的处置，因为它在发炎。它在发炎的话，有可能你是要因为蛀牙，或者是需要抽神经，或者可能要拔掉它。那因为这些情况下都是在发炎的状态下，其实对麻药是打不麻的。那对打不麻的，没有办法麻醉你去。处理它是很痛的哦。就是人体是这样嘛，你脚拐了，就是翻船，你一去你也不能马上做，对啊，它的蝙蝠加压抬高压迫。所以通常我们都会，医生如果真的像刚刚这样在滑手机，有空帮您做处理的话，会先做洗牙，就清洁旁边，让它细菌变少。哦，洗牙是对的，对。然后请你回家吃个药，让它不痛不肿。消炎还是汗再来。可是通常很多民众就会觉得说不痛不肿了，那我就好啦，我就不去了。又没有再回来。对，然后等到下次再回来的时候又更严重。哦。所以通常医生会叫你说半年定期去洗牙跟检查是有道理的，就不用排队啦。那有正常有遇到或检查到有蛀牙或者是需要什么样的治疗的时候，就可以安排时间，就不用那么痛了，也不会肿成那个样子。我想要问，就是因为像牙齿你们都是漂漂亮亮的，然后裙子又穿这么短，然后每天跟医生这样朝夕
相处，医生是不是自己有就是应征你们之后就已经有选过是漂亮的，或选自己喜欢的口味？因为毕竟是医生自己开的诊所，他每天看到你，会不会再偷偷给你吃个豆腐啊，或者是小小的骚扰你们之类的？哎呦，这个要失敬哎，对，应该也会碰到。之前我待过一家牙医诊所，然后他就是，因为里面的医生还蛮多个的，然后诊所就希望说我们可以学会跟每个医生的诊，可是那个院长就跟排诊的人说 ，AB 是我专属的，你不能把我给其他医师。我还没有找到，我有找到啦，只是没买啦，我很小心啊，喜欢这个图案啊，可是其实我们也会忍着用啦，透明的加蓝色一点点，只有蓝色的，压力很大，因为他都会在等下一个患者的空档的时间，然后跟我说一些很奇怪的话，比如说你很漂亮，你身材很好啊，你胸部多大，包头发的，然后也有这个半年 dermatology test 的，你在那边待多久？有一次午休的时候，或是他都会趁我午休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快要下班的时候，然后就会约我去那个逛百货公司，我大卖场。为什么呢？对，然后有一次逛完大卖场要回诊所的路途中，你真的跟他去逛大卖场？因为他觉得那是我的上班时间，我就是他的，所以你得拿东西去那边坐那个推车里面。跟着他去大卖场，对，然后回就是要回买完之后要回去诊所的路途中，他就直接把车开去 motel 里面。笑笑的讲这么惊悚的事，那你怎么办？后来就是，我就吓到啊，我就赶快开车门，然后还好没有反锁，我就赶快开车门，然后赶快逃回诊所。然后帮天哪，还逃回诊所？还好那，就是那时候那间模特儿离诊所不远，我就赶快走回去。那你有告诉院方其他人？那时候我也不敢讲，因为还年轻。对，九年是你做第几年的时候？做第。五四年的时候，那你已经蛮资深啦。这个好，那在这个事发之后，你有继续在做吗？有一次更夸张，同一个人，因为我们一楼是诊所，然后二楼是院长的住家，他有一次就是叫我上去帮他整理他要出国的行李，然后他就围着我一起上去，然后上去之后他就直接把我抓进去他的房间，然后把我压到床上。那一天跟着我就离职了，那个上已经太夸张了，英雄了。
让客人这样子先拿一笔再走吧，清洁啊，清洁一下这里啊，然后就清洁啊，这个是清洁，然后两边啊，清洁旋转的，我觉得因为可能旋转的还有旋转的这样的，因为那时候其实也想说跟里面同事相处的很好一样的，不是感情啊，革命情感，这个是没办法，要保护自己的话，在当下也是已经快要出这种大状况了，然后而且现在听起来你都还算是运气好，那个车门是没锁的，还有在房间里你推的开口，对，然后他就说就是问我要不要当他的小三，然后。以每个月给我10万块这样子，清洁一下，太夸张，旋转的没有一个座位就够了，我就告诉他们旋转的啦，旋转没有，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好吧，你们期待有没有？我有遇过别的在找我的需要的产品，我就跟他们说一个月30万，菲律宾环球大厦还有菲律宾总理。菲律宾大使馆呢，在统一大厦的时候，京都地铁站叫他们是赶快的，是这个就是刚才也记得，并不是赶快的，就是说我们在那里就被安排这个诊所在那边啊，因为都已经跟我说了，那就我们在同一个院内嘛，然后就服务大家就他们喊价就好了，他们觉得我很喜欢你，我也没有女朋友，也没有老婆，如果要想不想进修，这样送你到多伦多去进修，然后让你去就是进修考牙医师，然后你就让我保养一个月30万，好的。但是我就没有答应啊，因为他也就是大学宿舍间啊，我们是没有遇过吧？但是我们诊所叫做医生会要求我们助理裙子要长，就在那里。他曾经讲过说，如果你们助理的裙子穿的够短，我就一人加薪多少钱？我妈咪，我还有我，不是就是我爸比我妈咪，我哥就是他要求要，因为前阵子新闻有说，就是有一家诊所助理是他一弯腰就可以看到底裤。然后他就采用这个，就说你们如果像这样子，我就给你们加薪多少钱啦。然后就好好的，然后我要非常小心，因为不是这个，万一有人真想赚这个，隔天来那种被同事说你是心机很重，你帮我改一下。其实就像刚刚 Abby 讲的经验，一开始他只想摸摸，后来带到motel，后来直接带进房间了，所以他会得寸进尺。对，一开始都不会拒绝，就是职场性质。然后我们下一集好像有很多各科医生要讲。刚听完你们这样讲，尤其是他因为加入了会员，所以特意给了我这个 Temple 已经适合超级谢谢了，我也能运用在里面。刚好我也忘了要买，也拿到了免费的。比如说像我们有时候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比如像我妈妈曾经去看牙医的时候，我妈妈就说她不想要做那种银色的补牙，她想要做白色的，就后来导致那个助理要跟她解释。说我们就是要补营养，怎样怎样说，2%的便宜，然后再我就是要补白的，为什么你们就后来那个助理生气丢盘子？他们有没有曾经被什么样的病患，然后很有自己的想法，然后影响情绪？有方便告诉病人，他其实牙齿就是不舒服，会想会流血，然后他就想要看牙，他就会先上网 Google 说，哎，我现在的症状是怎么样子？所以我应该是属于什么样子的？可能牙周病，可能是牙龈发炎，对他会。会先上网 Google 一些他可能是的疾病，所以他就会跑来，他找完资料后跑来跟医生讲，医生，我这应该是牙龈发炎，所以你帮我洗牙洗一洗就好。然后我这边的牙齿应该是蛀牙了，所以你帮我把它挖开补好就好了。那因为医生也都没有看过他口内状况，所以医生就会说，好，你先躺下来，我帮你确诊一下，看一下你的状况是怎么样，不见得是牙龈发炎，有可能是因为长期牙周病啊造成的，所以我们先看。那个病人就会非常坚持说，我就是牙龈发炎，你就是帮我清洁，一直重复大概3-4次以后，医生最后就生气，因为他觉得我有我自己的专业，我尊重我的专业，所以医生最后就脱手套丢盘说，我不看了，你另请高明吧，你去别的地方，我去找别的医生帮你看。对，然后说不用，你就是帮我清就对了。对，病人就会这样，他说反正你也不缺我一个病人嘛，然后。医生最后就会生气说，没关系，你不缺我一个医生，然后就走了。对，
太，然后我们就会安抚病人说不好意思啊，因为整天这样下来，医生也很忙碌，可能情绪上面有点不。你们还要做一个重点调整，对，我们就是安抚病人，因为医生有时候就是比较 EQ 比较高，他就会想办法把他医生的病人整回去，真的比较蛮重量的。医生超喜欢的，这因为他常要还想要嘛，其他的可能是看那个这个是咽喉炎我个人的，医生说好吧，让那边等不耐烦就先进来做，就是他等不耐烦不想在外面，他就等着哎，没完，就是在飞机场啊，就要托运的太大了，大鲁阁棒球场是不是？在太搬家的状态之下，在做太多场要用穿的，是我家长妈妈的，然后我的校服还有医生是老医生，在到外面包的里面，我要在香港买的啦，外面很多人咳嗽。会传染给我，都存到了，可是还是要该买很多很多套，给你们最干净的，最干净的，就是卫生的，希望各位也是每个病人也用一套，然后在六十分钟，平常他们是应该六十分钟吧一个病人，那我可能我想我是自己三十分钟的啦，一个病人，那我希望缩短到五分钟才能服务更多的，更多的美味了，哦，这是我自己上次那个脱的牙了。自己拖自己牙了哦，这样子了。我就觉得医生在报仇，这样子自己拖牙了。会弄他，再顶下去这个蛋吐出来，对了，牙尖的，害我在那边蒸喉咙。对了，这样子了。那什么话？我怎么那么快啊？帮忙笑嘛，那我让他看人笑人抓我。这样子了，还有啦。以后可以用这张顶的了。对啊，后来那个病人还是会回来看我们啊，就是他生气完之后，他还是回来，没关系，医生你就是帮我用。然后医生坐下，他就说：好，来，你说你现在要干嘛？洗牙是不是？好，就帮你洗。啊，那水珠还有这两颗了，然后我自己脱牙了。我遇过的是那个病人就是跟我吵架，然后前提是他原本是预约，比如说晚上七点。然后他迟到两个小时前不说，一来就开始批评我们台湾的医生多烂，然后多糟糕，然后就开始说，我们在美国啊，我医生多好啊，怎么样？上一年拖，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哎，因为他上次有点像欧巴桑，然后他就说，台湾医生很烂啊，然后美国医生多好什么什么，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吃不下去了，那你就去美国看啊，就因为也快下班了，就去美国看啊，那因为也快下班了，所以就是我离开的时候，他就追我。就是一直要跟我吵架，然后追我追到捷运站，然后沿路就是一直说，你叫什么名字啊？我投诉你啊，然后说我投诉你啊，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之类的。然后到了捷运站之后，他就开始就是可能想说人多吧，然后他就说，在台湾啊，医疗就是服务业啊，你们就是要服务我，我今天花钱，你们就是要服务我。然后我也就是因为已经气到一个不行了，当时我在捷运站也就是跟他回呛，我就说，在台湾医疗不是服务业，请你尊重我们的专业。那我讲完之后，我就。会去统领后面雕牌。那个呢，我杯子放在这里，自己又不弄，不会自己的拿东西就来了，不好意思啦，各位。然后就放在这个盒子里，对，放棉花，棉花还有放在这个，可能嘛，就是因为也不太学，他已经抵赖我们下班那些啊，对他那时候就是牙线贵的要死，对他已经要缴那个就是看诊费，那因为我们那个看诊费，然后他又拿很久，他拿了二十分钟还坐在那，然后就是一直要抱怨说我们的医生有多差劲什么的。你们坐那么久会不会有职业伤害？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就是牙医助都是看诊的时候都会戴手套啊，那么然后穿防护衣。就是、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牙科其实都是尖锐的东西。那大家第一次来看诊的时候都会填那个病历首页。那病历首页它里面的内容就是有些艾滋，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或是你有 B 肝、C 肝这些，就是你要特别跟我们的医生告知。对，我们要保护，就是我们要保护彼此双方，就是我们也要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们也要保护患者。对，因为有一些 HIV 的。这是会致命的，对你们来讲是很大一个针头，对，是漏了。有类似这种，他明明有但不讲不填的，有没有碰过这种？还有可以提高面对傲病患变态医生，薪水待遇究竟如何？
有些患者会那些瑕疵品啊，还有那些比较常用、平常便宜的啊、H&M 的比较稍微便宜一点的耳环啊，还有链子啊、那个项链啊，还有手链的。我这个够才够喝嘛，一瓶这样子的，就是家居屋的那里楼下有的买了，在我们乐华广场这里有了。是 EL 的啦，蛮好用的。乜嘢叫 Pro？ 大晒嗰啲。全部检讨，精检尽检。正啱晒嗰啲啊！准食住收啊！接动作专营啦 ，Let's go！ 昨天购物的啦，我唔系睇 feel， 唔系睇态度，系睇你咩态度。这个是经常都很穷啦，如果是。家辉的朋友做节目，一话准备一年一度嘅台上 solo， 都一样咁好。你出个 IG story 都就多多人讲啦。对啦，你过企上台真系时间咩？然后就说，咁得唔得？还有其他牙线盒，刚才第二，这是第二盒，我自己是牙线、牙线杆、牙膏、牙刷、牙刷再加牙。所以冇态度，又点算 pro？ 嗯，很美式啦，他们是来比较搞笑的。这个要开关注组，铺到有十几万人 follow， 粒烧卖趁豉油定系点辣油都咁有态度 ，pro。这个是 no 有刚才的那个基本嘢，是这样子的啦。今时今日。车身广告、户外标榜、头盘分身支持兼行线，呢啲咪就叫做 pro 咯，你话食外卖讲咩有态度？哇，三个月冇堂食，日日外卖，你都仲未变 pro？ 所以磨牛哥噶，差唔多热茶酒，咪叫晒两间餐厅咯，死鬼退计嚟计去，喂够。仲有凌晨三点唱嗌两打啤酒十八口，即系 panda 嘛，要乜即刻有，咁做得到，咪整系 pro。panda pro， 嗌嘢食，嗌埋即时生活百货，通通。无限次免运费，精选餐厅，仲有七五折。嗱，肯行多两步自取嘅话，俾到最低六折，你又点话？重取喎，对，点可以冇态度？手术手套啦，嗰啲 purpose disposable， 一定系方法。latex gloves for hygiene and protection。我话小伟 join 咗个升级版 Panda Pro， 你知唔知而家咧新会员个 Cook Pro 十六 join 个升级版 Panda Pro 咧，平均一个月50蚊又冇还钱免费，咁我谂你都想笑，真系唔系讲笑。你仲快啲去 join， 手套最佳。转咩头？即刻 join 你咩态度啊？得收工啦，收工。唔該曬，資料超真係有喎、啊，一個月50蚊就有無限次免運費喎、啊。對啦，會咨询我们一些比较就是自费的项目，比如说植牙啊，或者是冷光美白啊，或者是矫正那种自费的。那如果说我们谈成功的话，就会有额外的奖。他们都说他们去那些，他们动不了的那些，他已经因为一根两根美白牙了，所以我说可以了，刚好我是好了，他说我要怎么弄才能把那个卫生方面，因为他知道牙医是很，就是他说。牙医他们是真的，这个团队很需要我去帮忙啦。然后这个是什么？就放刚才的那些手术刀了，我要存。大概我希望啊，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大家都是牙医，都是看着都会戴手套啊，然后穿防护衣。那其实大家都知道，因为牙科器械都是尖锐的东西。那大家第一次来看诊所都会填那个病历首页。那病历首页它里面的内容就是有些艾滋，就是糖尿病啊。高血压，或者是你有鼻肝、吸肝这些，就是你要特别跟我的护医生告知。其实我们要保护彼此双方，就是我们要保护我们自己，可是我们要保护患者。对，因为有一些 HIV 的，然后一个是会致命的，对你们来讲是很大。一个针头，对，有类似这种，就是他明明有但不讲，不提。好吧，今天的那你后来怎么知道理由？我们可以查那个就医记录。对，健保卡一刷，还有未来的零分。可是，比方说，会不会这个病人他在第一次来看诊，他没填，就是两位龙凤胎，还有另外一个是会指纹小 BB， 我们不会指纹，我们没办法，就是指纹患者说，哎，你为什么有这个未婚夫啦？是精神疾病，可是你没有病婚未婚夫啦，所以呢，明确的案例，今天的收看，拜拜，拜拜。他是中年男子，他进来，他说他的假牙掉了，他需要我们帮他粘回去。那他其实第一次来说，我们没有查阅他的就医记录。那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们的助理小姐有去调他的就医记录，然后发现说他是 HIV 的患者。
对，那他其实第一次来说我们大家都不知道，那当下我们就跟医生讲说这位患者有 HIV， 那你要不要先把他做简单的紧急处理，请他去大医院做处理，因为毕竟我们的小诊所的器械跟防护的措施没有到这么完善，所以我们只能请这位患者说那你要不要到大医院做处理，因为他的状况，他当时的状况也是还蛮复杂的，他可能做的治疗是会大量出血的。 对，那因为他们的 HIV 患者他的免疫力系统本来就不好，对，我们怕会造成他的感染，我们都会请他到大医院做处理。对，然后去你职业伤害风险啊，对，而且要医院够大，他才有办法去调病例。如果像是那种现在很多像以前比较旧的诊所，他是跟我聊天的男的，还有新加的，还有女生呐，还有香港明星啊，还有对了，还有他的所以我想问，就是因为像你们牙柱，然后又要裙子又要穿这么短，然后工作时数又这么长，所以薪水到底好不好？一个月的薪水，而且感觉上班时间应该是比较不好的时间，因为是服务业，对，有人选那我们就被严重，对不对？艾比说说，我们最资深到这里，然后这边呢，我们薪水的话，一个月大概是平均是2万多至4万，但是因为这种话说的出来。但是会因为就是可能我会跟刀，就是跟手术，跟手术，对，然后所以就可能薪水就会薪水会比较高一点，然后可能每跟一个手术就会再多给你几百块或者几千块的奖金，对，好了，那有算业绩吗？就是有些人比较会卖一些什么美白啊，或什么全瓷冠那些单价，卖洗牙器啊，或什么是根据业绩，但是我们都可以抽取额外的奖金。像是如果说有些患者会咨询我们一些叫就是自费的项目，比如说植牙或者是冷光美白啊，或者是矫正那种自费的，那如果说我们谈成功的话，就会有额外的奖金。是牙医助理成功第一集，这是第六集了，有第一集、第二集，一年一日牙医助理第一集，一年一日牙医助理第二集，一年一日牙医助理第三集，一年一日牙医助理第五集，一年一日牙医助理第四集，一年一日牙医助理第啊。这个已经第五集，今年是牙医第六集哦，希望你们收看哦。完成我自己自编自自编自导自写作作家，还有就是像你们刚立下就会叫吗？你们厂的不会，你们说会不会？不会。好，不会呀，厉害，厉害，猜对了，那我罚，喝吧，好，我们走在旁边一下喽。把杰森走海里走，就要 big deeper 同 small deeper， 好靓啊！亲身见到系咪好唔同呢？行多啲，睇多啲，每个地方都系佢值得学习嘅。罚喝啦，就。可能地球一号，我系盲波，地球人二号。地球人需要同样具有环球视野嘅理财伙伴，所以我推荐 City Go 同 City Go Private Credit， 佢就好似我嘅卫星导航。City 环球理财拥有全球逾400位财产分析师，覆盖70个地区，助你重新出发，掌握世界视野。用埋 mobile app 仲可以即时免费让你们继续的保障方面亦可以跟你嘅需要转换保单货币，有多种货币俾你拣。希望你们就算世界不同角落都可以覆盖。每一集 ，Hello City， 我一个朋友正喺做出国，你哋有咩 mini service 可以 offer？ 黎生 ，City 嘅 Global Network 系我哋嘅强项之一，无论海外投资、按揭、保障。City 都可以提供一站式專業服務。講到星學，我哋同合作咗6年嘅 City World Global Wealth Institute， 聯手設計咗一系列嘅 online course， 可以俾仔女提早接觸頂尖學府，擴闊眼界，感受世界。小朋友到步後，家長可以用 Citibank Global Wallet 直接從香港嘅外幣户口，隨時幫小朋友交學費同雜費，仲冇手續費添。眼前嘅路可能係未知數，不過我哋可以準備充足啲，咁無論目的地喺邊，自己同下一代都可以行得更。头发设计师自己形象设计师啊，自己啊，医生顾问的小儿科医生顾问的自己好吧，好喝喽，感谢各位了。
有些銀行有很多產品，但是不了解你的需要，有些銀行或者知道你要什麼，不過沒有對的產品。無論你是 CityGo Private Client 還是 CityGo 客戶， City 雲購理財夥伴都能夠提供更高層次的財產管理，幫你穩中求富，為財富增值。 City 財富管理更懂你心，更多選擇，更高的等級財產管理，你還要選 Dashboard to Grow。 City 財富管理為你籌劃更全面的投資、按揭及保障方案，成功晉身 CityGo，可享高达38,000元现金回赠，晋升 CityGo Private Client 可享高达68,000元现金回赠，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圣诞座，你要参与我吗？一起来玩吧！一年一日，牙医助理第一集第六集的现在感，谢谢各位收看。哦，哇，谢谢，浪费喽。